会选择我的，对不对？你那么喜欢我，咱们两个在一块那么开心，你干嘛？你放开你手，你弄疼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有没有素质？他是我男朋友，我就是没有素质。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他现在对你只有亲情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是这样吗？你告诉我，是不是我们之间只有亲情了，没有爱情？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子？你说，你别逼着让自己选择，好行吗？说完了吗？是爱情比人气我不知道你来，为什么还要来？我不知道到底是我们之间的感情重要，还是你的事业重要。我为什么把我的名额让到市里，让你去市里？因为我真的很信任你，我很在乎你，因为我知道你是我那个能依靠住的人。难道我把名额让给你，让你到市里去跟别的女孩子逛街、去吃饭吗？去看电影、做那些事儿吗？哪个女孩子愿意？没有人会愿意的。你觉得你这样做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对得起我吗？你觉得你是人吗？那我你母亲是命了，我把所有的亲情都拿出来给你。我兜里只剩200块，200块是生活了一个月。你知道我怎么过的？我早上连一顿早餐都没吃得吃。你知道吗？后来听说你要回来了，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过得这么苦。我出去买鱼啊、买肉啊什么的，我在家里做饭。就是等着你回来。后来你回来了，你敲门来洗手间，我现在不小心把自己的手卸破了。后来你回来了，你看到，你好心疼，你抱着我，因为你知道，你说了，你知道我有血呢，我害怕血。你说了，我就是你养的那个女孩。依靠一辈子走下去的那个人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说去了这里之后，你好好努力把我也接过去。可是怎么样了？你说你努力好了哈，咱们就结婚吧。为什么会变这样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市里一切都变成这样。你玩没玩？难道你就喜欢有钱的是吗？有完没完？能不能不说了？你给我闭嘴！你没有资格。我们之前经历的风风雨雨，难道你真的都忘了吗？我是怎么对你的？我给你洗衣服，我给你做饭，所有的东西。难道你就只喜欢有钱的是吗？你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？我不是不让你来吗？你为什么要来？你说话也生气。你为什么要来？你是不是来选择他的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呀！你说呀，你告诉我。你为什么不说？小子，别哭了。你是不是带他走的？你跟我说。
听我说完话好吗？我承认，我在市里这段时间做了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。你不是让我今天不要来，但我还是来了。我谢谢你曾经帮助我的一切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可能现在我的母亲一直躺在病床上，没有人照顾。我谢谢你把机会让给我来到了市里。是不是像他说的，我们之间只有亲情了，没有爱情了？是不是？我想知道，我想知道。你相信我，我还是爱着你的。我谢谢你曾经对我帮助的所有的一切，我答应过你，我答应过你一定要给你想要的生活。来到市里以后，我会努力工作，努力去拼搏。相信我好吗？我今天来的目的就请你原谅。我想告诉你，你是我最爱的那个人。别哭了。小姐。